大家看，这么多人在海边游泳，但是你绝想不到，这竟然是72集团军某旅海训游泳登陆。有网友说，没看到背枪啊，上岸就投降吗？是这样的，你看这个游泳哈，倒像是幼儿园的游泳，每个人背一个游泳圈，然后大家手扯着手，一起冲到海里，在一起手扯着手，上到岸上来。这真是就像幼儿园的游泳这个方式，幼儿园的训练哈。看看每个人背个游泳圈，然后手扯着手上来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中共的高级军事将领，曾几何时，他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说，如果美军敢去台湾，我三天就拿下台湾。可是当美军的飞机降落到台湾的时候，他的话又变了。这是他在7月15日又说了，美军机降落台湾就是故意逼大陆动手，真用武力我们就上当了。这是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呀，就是人嘴两层皮呀。他翻过来去这么说，又翻过来又这么说。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，有人把它传到网上，被留言说吃屎的感谢拉屎的，这个帖子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，并且纷纷留言。有人留言说，论韭菜的自我修养，献完青春献子孙，